年兽来了。过年啦，过年啦，大树幼儿园里真热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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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呼，过年啦！是山羊爷爷和大黑熊老师。这样可以吗？大黑熊老师，山羊爷爷，过年好呀！毛毛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啊，谢谢山羊爷爷。好了，快去玩吧。嗯，山羊爷爷再见，大黑熊老师再见。再见。爸爸，给你。海特，海特爸爸，过年好呀！过年好啊，毛毛。毛毛过年好。凯特，你看见吉吉忘记了吗？吉吉，他们在教室里剪窗花呀。窗花，哇，老师这是啥呀？老师，是狮子吗？不对，是老虎吧。啊，那是龙吗？你们说的呀都不对啊。这个呢，它叫年兽。年兽？年兽是啥呀？俺不知道。俺也不知道。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。啊，年的怪兽！每到除夕的这一天，它就会下山来捣乱，人们对它是又恨又怕。年兽好坏呀，俺不喜欢它。要是本王子在，它才不敢来捣乱呢。吉吉别生气，熊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年兽也有它害怕的东西。嗯，是啥呀？年兽怕火光，怕红色的东西，害怕巨大的声响。于是人们就在家门口贴春联、放鞭炮、挂红灯笼，把年给吓跑。从此以后啊，年兽就再也不敢下山来了。哦，年兽来了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毛毛别怕，没有年兽。哎，吉吉王子，我学校。嗯。哇！俺才不怕你呢！噼里啪啦，看俺的，找不到吧？哇！噼里啪啦，我才不怕呢！你们快来看呀，我爸爸的冰雕做好了。啊，冰雕！本王子要去看。熊二，咱们也去看看吧。看冰雕了。你们慢点儿。嗯。年兽。他们人呢？什么声音？是谁？是吉吉王子吗？这是谁的项圈呀？奇怪。哪有什么年兽啊，别逗我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给你，让本王子玩吧。哎，吉吉王子，等等我。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。你看红色的。
你在找那个项圈吗？可是项圈让吉吉王子拿走了。别哭别哭，我带你去找。嘘，你就坐在这里别动啊。拿一张面皮，再舀一勺馅儿，然后啊，把两边的皮捏在一起，美味的饺子就捏好了。哇，凯特，你看见吉吉王子了吗？吉吉他们去活动区啦。哦，谢谢凯特。谁扮的巫师呀？嘿嘿，来拿呀！哇哦，嘿嘿，哈，呀呼，嘿嘿，咦，嘿嘿，咦咦，嘿嘿，哈，咦，吉吉王子，吉吉王子，抢到了！哎呀，哦，抢不到，抢不到！好了好了，找到项圈了，你看，我来抢啊，彩球在这儿呢，我来抢啊！哎，小年兽，狮子来抢彩球了！哇，抢不到吧？哎，谁扮的巫师呀？你也是来抢彩球的吗？放马过来吧。双狮抢球，哎，好看！我们再加把劲儿吧。小年兽，哇，好厉害呀！熊二，俺们可不能输。跟上啊，走。彩球在这儿呢。咦，这边这边，抢不到吧？抢不到吧？抢不到吧？快还给我，熊大爸爸！哎，彩球是俺们的。哎，嘿嘿，抢到了！熊大，快把彩球还给我！啊，我帮你带上它。哇，好漂亮的烟花！哦，小年兽。你去哪儿啊，小年兽？等等我！小年兽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出来呀！小年兽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小年兽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小年兽，你怎么总是躲起来呢？你怎么了？哦，你害怕烟花是吗？别怕，我先帮你戴上项圈。虽然烟花爆炸声很大，但是它很漂亮呀。没事儿，只是声音大而已。你抬起头看看天空，夜空下的烟花是不是很漂亮呀？小年兽。小年兽，你爬得太高了，那样很危险的，你快下来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？哎，小年兽，原来你会飞呀！谢谢你救了我。哇哇！小年兽，你飞慢点。毛毛，做什么好梦呢？小年兽呢？啊，原来是梦到小年兽了呀！哦，大家都在放烟花呢。毛毛，你喜欢老师捡的小年兽吗？我最喜欢小年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年兽的传说吗？你们心中的年兽又是啥样的呢？快去跟爸爸妈妈们说说吧。再见。